又梦见他们决斗了。你怎么知道？每一次你做了那个梦，嘴边就会挂着这种笑容。有结果了吗？ 是谁杀了谁？你希望死的是谁？吴缺，小姑姑，看见你武功如此精进，小姑姑心里很安慰。再过十年，小姑姑恐怕不是你的对手了。多谢小姑姑多年来的栽培。啊，你大姑姑要见你。是。 向您请安。吴缺，你今年几岁了？回大姑姑，刚刚20岁。你已经长大成人了，是时候离开移花宫出去闯一闯了。今天就走吧。为什么要走得这么急呢？你敢质疑我的命令？吴缺不敢。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，你要去恶人谷，找一个叫江小鱼的人。 找到他，就立刻把他杀了。是。为什么要他走得这么急？我已经等了20年，我一刻都不能等了，我已经等得不耐烦了。 别哭了，你怎么现在才来啊？别哭了，别哭了！他娘生的，不是说他有6岁大吗？我卖人比卖鸡还多，你骗得了我吗？他最多只有4岁，不止4岁。哎，对，给点白银算了。走。
你们这些人，不要再为娼欺负女人的，更该死。把这些女孩送回宫。 是。我不杀无知的女人，你们都只是被人利用。找邀月出来。怡华宫的事，你最好少管。 叶南天，好一个大男人，不屑杀我们弱女子。姚月，你这是何苦呢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。你可以恨我，但是你不应该伤及我。叶南天，好一副侠义心肠。你不杀伯人，而伯人却因你而死，这比杀了你更令你难受吧？姚月，你够了。 再这样下去，我只有……那你杀了我吧。想要我收手，还有一个办法。从我决定斩断秦四那天开始，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走回头路。那你就杀了我吧，否则有你叶南天一日，我就一日与你为敌，杀尽天下臭男人。那我只有替天行道了。 杀了，邀月，是我对不起你，这是儿女情长的侠义之情，我只能选择弃你，而你选择背弃我。 我的名誉功已经练到第七层，还差两年就练到第九层了，所以这两年的闭关最为重要。
我绝对不能被任何事情所干扰。如果说中间间断的话，就会前功尽弃，必须重新来过。你明白吗？姐，你放心练功吧。 能够出来走走，呼吸一下新鲜空气，真舒服。怡花宫里有奇珍异草，充满了花香，空气不更清新吗？二公主，大公主正在闭关，让她知道我们偷偷跑出来，不知道会不会……怕什么？就怕你回去乱说话。 今天碰到我江峰，算是你们倒霉啊！你就是叶南天的结拜兄弟玉郎江峰，正是，他就是玉郎江峰。我江家世代营商，最恨的就是强盗，你们害了几条人命，要送你们去官府。大人，大人，大人，江大人，请你不要把我们送官府啊！求求你啊！ 喂，你怎么了？我已经不行了。如果我的书童还有救的话，你们先救他。哎，公主，你要救他？他伤这么重，不救他，他就死定了。可是宫里的规矩，你想不想他死？ 又上一层了，怎么？我离开三个月，你漂亮了那么多，温柔那么多，是不是在我闭关的时候发生了什么好事？没有啊，只是我们又歼灭了几个臭男人的帮派。真的吗？是。 我派他去办点事情，让我来吧。啊，二公主。 大公主已经出关了吗？她怎么还不醒来？姐姐好像有点怀疑我了呢。这怎么成呢？万一大公主知道我们藏了一个男人在宫中的话，你怕什么？这里是我的房间，有什么事我会挡住的。二公主，依奴婢看，
还是想个办法把他弄出宫去吧。大公主，姐，原来是个美男子，美男子更可恨，更该杀。姐，他是叶南天的义弟。 是叶南天的义弟，玉郎江峰，正是玉郎江峰。叶南天知道他在这里，一定会来救他的。二公主也是因为这个原因才把他捡回来的。我有要你开口吗？好，我就留他一条狗命。月挪，把他搬到另外一个房间去。从今天开始。 你醒了，怎么样？现在觉得怎么样？饶命啊！我只不过是个书童，我什么都不知道的。你家主人是叶南天的结拜兄弟。 你一定见过他吧？叶大侠不常来，我很少见到他。我只不过是个书童而已。你去告诉叶南天，江峰现在在移花宫。如果他不来，江峰就会死。移花宫？我的话你听到没有？听到了，听到了。带他出去。 叶南天来不来，江峰都会死。我警告你，不准再看那江峰一眼。我知道了，我这都是为你好。 醒了！这是什么地方？是你救我的吗？是我们家二姑娘救了你。那天你被人所伤，多谢姑娘相救。 公子不必多礼，你伤势未愈，多保重。快躺下吧。二公主，如果被大公主知道你来我这儿，奴婢可惨了。这里没你的事了，你站在门外伺候就可以了。不许报告我姐。是。 刚才那位姑娘是？是我的贴身丫鬟。
来，再喝点水吧。啊，不敢劳烦姑娘，我自己来就好了。啊，对了，还没请教，姑娘玉名？我叫莲心。啊，莲心，莲心姑娘，不知道你有没有连我的家仆也救走？嗯，他没有受伤，我想他现在应该已经回到家里了。啊，可是，请问姑娘，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想要写封家书回去报个平安，然后请他们来接我。这里是我的家，安全得很。你现在就专心在这里养伤，等到伤势好了再叫家仆来接也不迟啊。这。二公主，今天的事要是让我姐姐知道，第一个死的会是你。奴婢知道，我不会说的。还有，绝对不能让她知道她身在移花宫。是。你根本就心不在焉，你在想什么？我没有。告诉你，爱上男人，你会后悔的。不是所有的男人都薄情寡性吧？男人总是有抛弃女人的理由，什么要专心练武，要登峰造极，要行侠仗义，不能有妻儿负累。他又不是叶南天。他是叶南天的义弟，江湖上有这种说法，天下间没有人能够抵得住叶南天的一剑，也没有女人抵得住江峰的一笑。他还没对你笑你就这样了？如果他对你笑，你会死。要是他对你笑的话，说不定你也会动心的。这里的花朵种类这么的多，我想天底下所有的奇珍异草应该都在这里了吧。你很喜欢花是吗？花这么美这么香，我想应该是没有人不喜欢花的吧。那可不可以摘一朵送给我？送给你？这里所有的花不都是你的吗？女人不是都喜欢男人送花对吗？你们救了我，我理当表现一点谢意才是。可不可以帮我戴在头上？哦。所有的男人都是一样的。什么天下第一美男子，还不是贱男人、臭男人一个。江公子吃饭了。江公子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？你还想骗我？为什么一个普通人家的丫鬟武功会这么的高？为什么我的伤好了还不肯放我出去？为什么除了你们三个人之外我什么人都没有看到？为什么除了这个房间跟花园之外其他的地方我都不可以去？你们是在软禁我吗？
你最好不要知道。你不让我知道，那我就问他们两个。你不能去，你会死的。我会死？我为什么会死？告诉我，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？你们是谁？说说。这里是移花宫。移花宫，我早该猜到满园的奇花异草，而他们两个就是传说中的妖月跟莲心了。他们是不会让你走的，特别是大公主，你越跟他作对只会死得更快。难道我会因为怕死甘心被他们软禁一生吗？我这就去跟他们拼了。如果你真的要走，拿我做人质吧。他们是不会为了我这条贱命而放你走的，但总可以挡得住一时，你逃脱的机会就大多了。我怎么可以为了自己的一条命却要你去死呢？人总会死的，如果一定要我死，就让我为你死吧。月奴，我为你死也好，那你就会永远都记得我了。你快走吧，没有时间了，走吧。你的伤刚刚才好，小心触动伤口。不需要你的关心，若你不放我走，为什么不杀了我呢？我不想你死，更不想你走。那你们到底想把我怎么样？江峰玉郎，哪个女人不想把你据为己有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身在哪里？这里是移花宫，我姐姐是妖月，我是莲心。我不信，江湖中传闻，移花宫公主最恨的就是男人。若你们真是妖月跟莲心，怎么会救我又治疗我呢？恨男人的只是我姐姐。我。你恨我吗？我不恨你。那你肯让我走吗？不能。这里是由我姐姐做主。莫非是你姐想把我据为己有？我姐这一生恨尽天下男人，全是因为叶南天。她只想利用你，要叶南天来找她。我大哥，你姐姐对他？我姐姐恨尽天下男人，全是因为叶南天。因为叶南天放弃了他们以前的爱情。我怎么从没听我大哥提起过？我姐姐要是听到这句话，一定会更恨的。多谢你告诉我这些，你跟你姐真的很不一样。姐，你放过他吧，你只是要利用他去逼叶南天来，何必要杀他呢？你竟然为了个贱男人求情，亏你还是我妹妹。天下男人都该死，何况他是叶南天的义弟，他竟然令你神魂颠倒，我就马上让他死。姐不要，求求你，你放过他吧。从小到大你从来没求过我，竟然你会为了一个男人求情，你真的爱他吗？
只要能跟他真真正正的爱过，哪怕只是一天，我也绝不后悔。我不杀你，是因为我曾经比你更蠢。你欠的只是一个刻骨铭心的痛，痛过之后，你就不会再天真了。把他关进牢里去。是。你祈求叶南天早点来吧，否则你将在这里度过一生。你这疯妇！你这疯妇！这里所有的人都疯了，放我出去！放我出去！现在练到最高一层，这次闭关要整整一年的时间，是成败的关键。姐，你放心吧，宫里的大小事务我会好好打理的，不要趁我不在的时候又带什么男人回来。要是这段时间叶南天闯进来找江峰，你知道怎么对付吧？照姐姐的吩咐，把江峰的尸体交给他，叫他等你出来。我就怕你做不到，还是在我入关之前先杀了他。姐，耽误了入关的时辰了。我就是对你不放心，如果你是我妹妹，为了个男人背叛我，就不是我妹妹。背叛我的人都要死，就算你放了他，我出来也会杀了他，到时他会死得更惨。进去，没有两位公主的命令，谁也不得进去。大公主已经闭关了，这是二公主的令牌，开门。是。嘘，二公主有令，要带犯人出去问话，别说话，跟我来就是了。
不行，天都快亮了，就算找不到出口，也要想办法把你藏起来。二公主很快就会发现你不见了。那怎么办呢？这里有没有山洞啊？山洞不行，他们会搜的。没有山洞，有没有什么地洞呢？干枯的井倒是有几口。在哪里？带我去吧。嗯，井好深，下来去肯定上不来。人来了！叶奴，你没事吧？这个井好深，不知道能不能够逃得出去。玉奴，如果我们真能逃得出去的话，我一定跟你生生世世永不分离。玉郎，不管我们逃得出去逃不出去，心满意足。偷走了我的印，放走了囚在天牢里的犯人，他们一定还躲在移花宫内。今天之内翻转移花宫，也要把他们给搜出来。是。他们现在大概已经翻天覆地的在找我们。玉奴，就算他们找到我们，我死也不跟你分开。能够跟你在一起，我什么都不怕。就这样死在这里，我不甘心。有老鼠！有老鼠！这里竟然有老鼠！有老鼠就有洞，有洞就可以出去。赶快找找看，看哪里有洞。现在人在哪里？该不会还在移花宫里吧？我们已经离开移花宫了，不过我们还是赶快走吧。玉奴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你们这对狗男女，以为可以逃出我的五指山吗？贱人，你竟敢背叛移花宫，竟敢背叛我！要杀就先杀我！你为什么偏要选他？爱情是不能解释的，就像人之所以活着是没有什么道理一样，我今生今世只爱月奴一个。好一对同生共死的亡命鸳鸯。好吧，看
看你们能相爱到几时。玉诺，我们终于可以在一起了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注定的是你，我输得彻底。爱上了你，爱上了你，早预言了分离，决定了悲剧。上天给了我多少时间，全都给你，我忘了我自己。赶在生命里有限的时间里，就让这一刻停在这里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愿意，不管明天就算有更坏的消息。只要为你再活一天，我的心，我的心就会满意。算有更坏的消息，只要为你在。